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福骑射。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款 SHF 的杠，它出自于《地狱乐》这部动画片。《地狱乐》大概是今年上半年度一部，可能看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看过的人呢几乎都给好评的一部动画片。那我自己的话呢，当时是看到第八回，那主要是为了要拍摄杠的 cosplay 的一个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去补了一下这一部啊，其实我个人没有很喜欢这部作品啊，看一看觉得还行啊，就把它就看到第八回啊，这个关于这个角色的镜头，我大概有个印象之后的话呢，我就没有再继续把它追下去了。那 SHF 的玩具的话呢，现在的价格啊也是比较感人啊，我这一款是台币1400块钱入的啊。那有一个本体，那替换脸的话呢，各位就直接看一下，有这个另外4张，那等于是说一共有5张脸。那么手的话呢，一共有4组可以替换，那一对的苦无，还有一把短的，应该是斜插吧，以这个长度啊。从后面来看啊，有2条带子。我们就直接的话呢，来看一下这个玩具完全没有跟其他装备互动的情况下，首先啊，我觉得它的肤色有点蜡黄啊，那大家可能不是，我不知道大家在不在乎了啊。那因为我们对于拍摄人像之类的话，我们对于肤色的通透感是要求比较多的。那这稍微有点偏有点蜡黄，但是也不是说非常严重啊。那它这个面雕我觉得做的挺好看的啊。万代的女角一向是为人诟病，但这一款的面雕我觉得做的还可以啊。可能这个动画片里头的这个画风跟这个二次元的一个感觉是比较强的。那比较有趣的是他那个头发啊，他的头发做得很棒啊。啊，为什么我会特别注意他的头发？因为在 cos 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杠的这个假发几乎都是需要请比较专业一点的毛娘来制作啊，才会比较好看。尤其这种反重力的这种发型啊，挺有趣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人物有非常重要的上半身的一个侧乳，这个乳量做得很够啊。那至于这个衣服能不能拉开的话呢，我知道大家很感兴趣，那我个人是帮你们看一下了啊，确实是拉不起来的。这个胸部应该跟衣服是一个造型的，那这个侧边这个东西半球的这个乳量的话呢，各位就见识一下啊。而这个造型的话呢，它一定有一个必然会有一个拍腋下的这种画面之类的啊，这个是绝对省不了的。那这里毕竟是可动人偶嘛，就不可能做得很过度、很漂亮了啊。但是啊，这里还是有多一块零件的，所以手部的可动也还算可以，腰身可以动一下啊，还是挺 sexy 的。然后这个裤子的部分，这一带大腿是露出来，那上方的话呢，这个肉色的部分应该是正常来说应该是延伸上去了啊，但是分件的关系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效果了。那前面这个带子是软的，那这边的话呢是比较偏硬的质材。那这个脚的可动的话呢，各位也就能够如同画面里头看到的这个样子了啊。这个造型就因为它毕竟不是全裸的造型吧。所以一些这些有衣服的部分，这些过渡的话呢，大家也就我就个人不是那么在意了啊，就算在意也没办法了，我都已经买了嘛，对吧？那这个脚的话呢，也有一个一定的接地，脚趾的话呢，本身前面可以动啊，这个脚趾头的可动性也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后，如果说你要它的一个屁股翘起来的话呢，大概也有一定的幅度吧啊。那后面的这个带子，两个带子啊，是软的。然后配件方面呢，它没有一个人物支撑的地台啊，这一点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SHF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啊？那后面这个洞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武士刀给安插进去啊，这样一来就哎，怎么扣的不是很稳，是不是啊？才刚扣进去你就给我划出来了啊？大家感情这么差的吗？OK 啊，刚一定是捅的不够进去，然后。有点意思啊，它的这个刀上面做出这个白色的这个造型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视觉上可以理解成说它是缠在这个腰带上面的。拳头的替换当然是一贯，直接扭下来就行了。那它的苦无的话呢，有一对啊，苦无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握在这个手上没有问题。那你也可以呢，把它
给这个我另外一只手也把它给拆掉啊。另外一只手的话呢，我们这个谷物的话呢，因为它有一个中间有个孔洞，你也可以把它这个掐在指头里面啊，我们把它给扣上去。好，这样子啊，就有一个不同的武器的拿法，还算有点意思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张开的替换手，那大家看照片也就知道了。那至于其他的几个表情的脸的话呢，我们就看画面，然后大家也能够一目了然了啊。啊，整体来说，就这个素体的话，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把玩起来没有任何的困难。然后它的一个身上的配件的部分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特别是背后的绳子啊这些的，头发做的也是比较生动一点点，脸部做的不错啊，这次要给一个好评了啊。那我个人的话，可能就顶多抱怨一下他的一个肤色稍微偏蜡黄而已。那其他的话呢，我倒觉得是非常不赖的。那如果你是地狱乐的粉丝的话呢，这个人物我觉得可以入一下。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